我是宿舍今天后面是大五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五，我在后面。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现在我们准备去哪儿？我告诉你们，现在我和大五已经准备好了去中国的大使馆，为了拿到我的中国的签证。你中国签证快要出来了是吧？对，所以现在大五打车了，我们就出发。请问你激动不激动？我非常激动。开心吗？开心。那我们一会儿出租车就来了，等一下吧。